砰的一声，木星又被撞了一次。来看看哦，这颗气态巨行星，太阳系中最大的行星，比地球大318倍，比太阳系中其他行星加起来还要大2.5倍。关于木星还有一件有趣的事，如果它变得更大，它其实可能会变小。你看，质量越大，行星的密度就越大，这会导致木星开始向内瘫。科学家们表示，木星的质量可能可以再大上4倍，而体积却保持不变。它自转一周需要10个小时，它是太阳系旋转速度最快的行星，而且它常被各种太空物体所击中。这是由观察木星的业余天文学家们所发现的，他们在木星表面看到了一些不寻常的闪光，而撞击事件会导致这样的闪光出现。出于不明原因，木星受到的撞击远比其他行星还多。1994年，天文学家发现了舒梅克李维9号彗星，这颗彗星解体后与这颗气态巨星相撞，那颗彗星原本的大小与灭绝恐龙的那颗彗星差不多大，然而这颗小行星分裂成20多个碎片，它们使木星表面变暗，并持续上好几个月。15年后的2009年，天文学家们在木星上发现了一个地球大小的黑点，它是由一颗大约200到500公尺大小的小行星所造成的。1908年，地球史上记录了最大的小行星撞到了俄罗斯的通古斯地区，这引起了一场大爆炸。虽然这场撞击造成的陨石坑其实从来没被找到，那么为什么木星会成为这么多太空物体的撞击标的呢？小行星和彗星经过地球和木星的速度几乎相同，可能相互作用的太空物体的数量密度也几乎相同，但它们可能撞击的横截面却非常的不同。木星的直径是地球直径的11倍，也就是说其横截面大约是地球直径的125倍。行星质量越大，其引力就越强，所以它会吸引一些路过的太空物体。地球的重力场比木星的重力场还要弱，如果有物体以每小时35888公里或以下的速度从地球附近经过，地球引力便会将之吸引过来。通常小行星和彗星移动速度更快，木星会吸引大部分路过的彗星和小行星。如果我们地球被这种巨型物体撞击的频率有木星那么高，那么我们像恐龙那样灭绝的频率便会高出个数千倍。2020年，科学家们发现在金星轨道上有一颗不寻常的小行星，这是金星轨道上第一颗小行星，它有一座小山那么大，富含我们能在地球深处的岩石中找到的矿物质。他们甚至认为这可能是太阳系形成时所产生的一系列更大的小行星的线索。但这并不是金星唯一的未解之谜，金星上有着狂暴强风，能使云层和风暴以超过每小时354公里的速度环绕着该行星，这可比金星自转速度还要快60倍呢。此外，科学家们至今仍不确定金星上的海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们认为，由于这颗行星离太阳非常的近，所以水分蒸发后便会以蒸汽的形式进入大气层，而其大气层会留住来自太阳的热量。随着时间过去，这些不断增加的热量应该会使越来越多的水分蒸发。金星可能有个类似地球的环境，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有个理论认为，曾有许多彗星和小行星撞到了金星，造成无数亿的行星碎片在太空中四处乱飞，有些甚至可能撞上了月球。由于我们地球的地质活动比月球还大，所以那些撞进地球的碎片很可能撞得非常深。天王星也曾有过一次撞击，但这场撞击比普通的小行星撞击更严重。太阳系的其他行星大多都有一个从黄道面往上的旋转轴，然而天王星位置倾斜，侧躺在黄道面上，因此当其南极或北极指向太阳时，天王星的一季季节便会持续42年。当你从太阳系上方看这些行星时，大多数行星是以逆时针进行旋转，而金星的情况则正好相反，也就是说它很有可能在许久以前因撞击而偏离了轴线，天王星则很可能在数百万年前曾与另一颗太空天体相撞过。
在我们的太阳系还很年轻的时候，土星和木星的轨道结构可能便已经交叉了，它们的引力产生了轨道动量，并将之转移到天王星，这才使得天王星偏离了轴线。虽然有数百万颗小行星绕着太阳运行，但偶尔经过地球的小行星则没多少颗，所以并没有什么危险的太空天体正朝我们而来。科学家们计划在2030年代前往火星，他们希望火星可不是什么大型太空天体的撞击目标呀。这颗红色星球上每隔1到2天就会出现新的陨石坑，这些陨石坑宽度可达4公尺，也就是说它们可能是由足球大小的天体所撞成的。由于火星的大气层比我们地球的大气层还薄，小型天体也更容易撞进火星里。火星北部大部分地区是平坦的低地，南方则地势较高，充满了各种陨石坑，而火星内部还有着数量惊人的稀有金属。所以有个理论认为，这是因为曾有个巨型天体与火星相撞，并撕裂了火星北部的一部分，而这颗小行星撞毁后的碎片之后便开始绕火星运行，并在之后慢慢地相融成两颗环绕火星运行的小卫星。我们地球上也有些火星岩，在撒哈拉沙漠、南极洲和全球各地都找到过火星岩，其中某些岩石中含有的气体在化学性质上与火星上的大气相同。这些岩石可能是由于过去某些较大的小行星或流星从火星喷射出来，并射到地球上时所产生的大爆炸所带来的。水星的大气层也非常稀薄，所以那里也常有各种小型天体撞入。试想看看，如果你每天早上醒来，走到窗前，都能看到迷你流星雨，有多棒呢？在水星上生活便是这样。这种奇怪的天气模式形塑出它的大气层，其名为外溢层。水星的密度非常大，其重铁核心占其总质量的2/3。科学家们认为，过去它可能更大，但由于多次撞击，导致其表面被刮掉了。来自太空的岩石常年来不断地撞击水星，并在水星表面留下陨石坑的痕迹，而其表面的平原似乎则是由于火山熔岩溢出表面，然后慢慢地干燥所形成的。许多陨石坑都充满了这种物质，也就是说，有件事物形出了水星的岩石环境，即火山。天文学家们在海王星附近发现了一组不寻常的小行星，其大小不一，从大城市到小卵石的各种大小通通都有。天文学家们认为，这些小行星来自一个在海王星轨道外形成一个环的柯伊伯带的小行星群，但这些新的小行星的颜色与柯伊伯带的小行星颜色不同。由于它们距离太阳非常的远，所以其表面本应会保持基本的原始状态，可是它们的颜色与木星周围那些被太阳炙烤过的小行星却很相似。和其他行星一样，海王星会从太阳获取热量，但这颗行星内部有某种神秘的东西，使得它本身自产的热量还比它从太阳所获取的热量还要多呢。而这也影响了海王星的天气状况，那里的天气是整个太阳系中最奇怪的，它有着巨型风暴、狂暴强风以及随时都快速变化着的卷云。它的大气层中有着某些黑点不时地出现，我们接收到的阳光是海王星所接收到的阳光的1000倍。像土星和木星这类气态巨星可以保护我们的地球免受小行星的伤害，如果没有它们的保护，那么那类能产生足够碎片以形成卫星和其他行星的大碰撞大概会更常发生。有一颗巨大的小行星正朝着土星飞去，它可能会在2031年时飞掠过土星，而这颗小行星可是比灭绝恐龙的那颗还要大10倍以上的。土卫六是环绕土星运行的卫星之一，其质量比我们的月球还大80%，是太阳系中唯一有大气层的卫星，它比我们的卫星还厚1.5倍，且跟我们的大气层一样，主要是由氮所组成。没有人知道那些氮是从哪里来的。然而与土星和太阳系中的大多数其他地方不同的是，这颗卫星确实有可能可供生命生存。